苏觉民，是我们苏家大院的大少爷。我从小呢，就是他们家的使唤丫头。8年前，他骗走了我的心，更骗走了我的身子。大宝，大少爷终于要娶我，请二位新人拜天地。快去啊，快快！一拜天地，快！西郎官，等什么呢？拜。二拜高堂。老傅，你老说不回我们苏家，不回苏家，我们家怎么了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咱们能不能……这大喜的日子，你也应该说说这事儿。我都问你好几回了。你有事瞒着我，你倒是说呀。是我。我们家的东西就这么糟蹋？老爷，我错了。跪下。是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这是点头和我打招呼。觉民，你要真觉得是我错了，你就杀了我。临死前，我就有一个要求，带着我这帮兄弟去找红军，我欠他们的。别跟我找红军，别跟我提什么革命。革命让你杀我亲爹了吗？啊，革命跟原来不一样了。老苏，你跟我说那些话都是骗我的。我心中的革命跟苏联一样，炮声一响，全国都解放了，遍地都是红旗。革命应该是摧枯拉朽，革命是如火如荼的。可咱们呢，从这儿跑到那儿，从那儿跑到这儿。现在有军队了，有地盘了，还得东躲西藏的。周锦峰，昨天你问我为什么不记得你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心里面从来就没有记得过你。这么说，这两天你一直是在骗我。我爹说的对，你就是个下贱的丫鬟。我他娘宰了你！就再也没有烦心事儿了。住手！
从今往后，我跟这个人再没半点关系。 我这野人游击队该解散了。这为什么？这些年来，我无数次想要去死，就靠这两样东西支撑到了现在。 一是革命，二是大少爷。可是今天，这两样东西都没了。知道你心里面难过。 要不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，会好受一点。千万不能想着死，要好好活着，还要活出个样来。花姑、骡子，你们是好人，我真羡慕你们。明天。 我就让兄弟们送你们下山。你干脆跟我们走吧。啊？你一天到晚说自己是红军，那干嘛不干脆跟我们去找红军呢？对呀，和我们一起去吧，去找红军。还找红军干什么呀？ 你没听他说吗？现在的革命已经不一样了，红军进了大雪山无人区，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走出来呀。哎，大司令，我呀，不管他什么一样不一样，但我信红军，我信东家首长老邱坦，他们呢，别说什么大雪山，火焰山都过得去，红军完不了。 真的，今天我们野人游击队就跟着骡子兄弟一起去找红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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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拜红旗。 兄弟们，出山！出山！出山！
阿芳，你受伤了？没事儿。那爸，把手榴弹拿出来，分给大家。今天，咱们就埋这儿了。 司令，咱们人手枪手，迟早会被他们攻进来的。我真后悔，没亲手杀了他。少爷，听掩护，滚！别开枪！ 把那只手给你废了！啊，好，我打，快走啊！
找。使劲儿！该！这个王八蛋，我都恨不得抽他几鞭子。这帮白狗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抽他干什么？难道还指望我们会心疼他吗？使劲儿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兄弟们，从地窖往后山走，带着骡子他们俩，你记着，不管咱们死多少人，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啊！大司令，你糊涂了，我们现在被包围了，哎呀，怎么出去啊？他们就五十多个人，全都在这儿了，后山没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混蛋说的。啊，刚才他那是通风报信的。行了，赶紧走。大司令，你不走啊？我留下来陪他。为什么呀，大司令？他把你害得还不够苦吗？我欠他们家的人命，我留下来一并还了。要走，咱们一起走。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你反了！你信不信我毙了你？老三，小心！我有招能把他救回来。你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听话，我们要拿东西换人。换谁？换那个戴眼镜的。换他？拿什么换？金子，都是金子。你别开枪，我给你看啊。金子，嘿，你还真有点用啊。别说话，给我起来。别开枪！千万别开枪啊！人，给你带来了，这个废物现在给你。放下！
一个大老爷们，这点疼都受不了。阿凤，为了我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值得吗？他们不是为了你，他们是为了骡子。 就是这儿了，骡子。哎，花姑，大少爷，你们不是我山洞里的人，没有资格跟我们死在一块儿。一会儿扔到地窖去，是生是死，听天由命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要走一块走，要死一块死。你们不配。 赶紧走，慢着！我不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这样了，还能往哪儿走啊？留下来陪你。为什么？我欠你的太多了。 我们也不走了，骡子，你不是要给首长送金子吗？你不能死在这儿。花姑，骡子，碰上首长，帮我带个好。走，老苏，走。骡子，见到首长，千万别忘了。 报上我们野人游击队的名号，千万别忘了，我们也是红军。好了，走吧，大司令，带走。走吧，大司令，那可以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。 重吧，哎，你们呢？你们怎么办呀？大少爷，嗯，对不住了，你得跟个下人死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可能就是这命了。哎呦！
翻过去吧，肯定没错。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是不是都疯了？小胡瞪了。啊！你咬咬牙，咱们上前面，得找个背风地儿再歇啊。 太任性了！啊，那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对，都怪我跟着你来，还成了你的拖累。哎，怎么办呢？ 拖累就拖累呗，哎，这怪我，非得送这个东西，害你受苦了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怕苦。站住！来来，我背你。骡子，我能走。哎，我背你。我能走。 锦里梦，许一微尘。风采开，山河乾坤，浪浪。锦里风，前途山。不行不行，歇会儿。 你要解手，解吧，解。继续走，在路上。你别管我了。你说什么？ 你走吧，你别管我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咱们这样，两个人谁都出不去。胡说八道！你混蛋，你！混蛋，你！进来！你还要送金子呢？你快走！你还要送金子呢？金子我要送，你我也要。 你不要给我分开！哎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你看我不揍你！你看。
老天爷有眼啊！走。喘不上气儿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人啊。走得动吗？走吧。在这歇会儿啊。是的，人都见死不救。你也是，一进人家屋就跟人打架，谁敢收留咱们？他先打我的。咱也别怪人家，他们能住在这种地方。也有说不出的苦，不收留就不收留吧。扎西，他们还在外面吗？天热死我，请宽恕我们吧，宽恕。
干嘛去？我去管他们要点热水。我就不信他们连这点人心都没有。哎，要点热水，就要一口热水还不行吗？啊，我说，这都是出门在外的，你说谁没有个难处啊？要你碗热水，又不是说管你要金要银的。我的婆娘都冻得不行了，叫他们进来。哎呀，他们挨不过今天夜里。监热搜在天上看着呢，他们要是死了，我们的罪孽就更重了。这出门在外，谁没有个三灾八难的？总得有个良心，是不是？哎，我。兄弟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讨碗热水。一碗热水，我这婆娘都冻得快不行了。我是个赶脚的，我见过不少人，还真没你们这么心肠硬的，是不是？这人心。公主得了。什么？大娘，我们是过路的，不是坏人。过路的，我叫骡子，他叫花姑，是我婆娘。大娘，谢谢你们好心收留我们。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走。听不懂咱说话。大娘。你看什么？大娘的手冻伤了，你不是有药膏吗？拿过来，你别动啊。